first time Hong Kong veterans stars Adam and Liza are here for a concert together, and many fans turn up at Square 2 for their autograph session before the concert to meet their favorite on-screen couple. 因为他是我妈妈的偶像，也是我的偶像。今天有来吗？没。我们从台湾这里来的，还有很多大陆的朋友，像我是台湾、香港还有大陆的朋友都特地来支持秋哥。看你年纪蛮轻的，为什么会喜欢？六岁就很喜欢秋哥的《戏说乾隆》，然后《香帅传奇》也非常的喜欢。现在每部戏都有看。他跟汪姐合作的剧电视剧，你有看过吗？有啊。 像《七九的楚留香》啊，那个楚留香，《书剑恩仇录》，《倚天屠龙记》。如果他们在一起演一部电视剧的话，你希望他们演什么角色？演什么角色？演情侣啊，<笑>就是最佳情侣啊，情侣啦，<笑>结合的情侣，因为他们每次节目聊。 那个女的死不了，就是男啊，通常都是汪明荃死掉。那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访问嘛，那我们就问粉丝们，对你们主演的电视剧哪一部就是最喜欢？那大家都说啊，《楚留香》啊，《倚天》啊，还有啊，《书剑恩仇录》。那会不会有点啊 surprise？ 就是那么多年了，他们还是最记得。我觉得一点都不 surprise嘛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。 演武侠片是比较少的，那么在那一堆80年代的时候，就是由我们差不多是带起了那个潮流，而且那个时候的制作那个 cast 都是比较大，也刚好是电视的热潮的时候，黄金时期，我们也刚好碰到是都是大制作，都是最好的剧，应该是有。 很好的回忆，你刚才说的那几句都是那个剧本，就是非常好的。所以现在走在街上，会不会还是有人就是称呼你们就是剧中的名字？比如说看到秋官就说啊楚留香啊，还是啊丽莎？现在就不一定这么叫了，反正就是叫 Lisa 姐就是可以了。超过我都有看呐，可吵了哈。不过他们总是会。 回忆那个时候我们情侣的那个感情啊，他们还希望真的我们真的是结婚结回一对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不可以期待你们下一次也会一起再合作，再一起演情侣这样？我看我们。 这次演唱会，你们的参与是从选歌啊，到衣服啊，到整个舞台，都是你们亲自参与的吗？其实我们都有专人给我们设计服装，当然他会根据那个歌的编排，配一些颜色，会一些换一些不同的造型啊，这样子。还有怎么样才能突出我们的优点？ 所以你会感觉啊，姐站在台上是最美的。那一起唱歌跟一起演戏，哪一个比较享受呢？各也各吧。演戏就是你投入那个角色。然后我们唱歌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就现场给我们的反应，我就觉得很。不过我会激起你我们的就是投入感。我感觉我们唱情歌的时候蛮好的，蛮舒服的。 最欣赏对方的哪一首歌曲呢？做个勇敢中国人，做个勇敢中国人，一直去跑，带好的奖。喜欢他的《轮流转》呢。 哇，那首歌，歌也好，他也唱得好，那个感觉不错，你直接中，我喜欢轮流转。